Quel est... Gardez! Tchatchi!各位同亲，大家午安，足欢喜，看到大家愈来拢愈少年啦，一期一期拢啊有少年的来参加，这是咱民政府甲其他的做。无同款的所在，真济活动，咱去看，拢是老伙仔较济。啊，老伙仔去过安怎？去遐参加了后，大家分便当啊，搭食食咧，啊，大家就阁再见去啊。啊，咱大家有这个理念，有这个目标。啊，要为咱未来的子孙做奉献，所以咱大家拢出钱来参加这个训练。啊，我那是第几个啦？吼、哦，我嘛第几个吼、哦，跟大家同款。啊，这是啊，大家。报告一下，啊，我本身啊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大家看这个专题就知影，我叫胡米希克，哪会安尼讲？阮老爸甲我讲。你是胡米迄个呢？胡米啦，是文嘛吼？啊，这个燕啊，啊叫做迄个。我去澳洲参加一个迄、那个华人同乡会，人家讲。你是日本人诶！我敢讲，我敢是日本人，我咧怀疑啊！啊，实际上我是日本人啊！安怎讲？阮老爸迄阵是日本人，我人叫奥多桑；阮老母我人叫卡加。啊，阮老母甲伊讲：呼咪啊，呼咪啊！啊，你走去带去啊！啊，叫我呼咪。所以，这也要甲大家讲，实际上，那伫啊，1945年以前出生的，拢是日本人。所以我去参加迄个欧洲的同乡会，伫瑞典啊，啊，咱迄阵也足欢喜的吼，啊，去了解，啊，去遐了解，回来了后，咱才知讲，啊，我是日本人。所以，真侪人动心，你可以思考看卖。日本人甲日本人生的囝，即马讲叫我讲叫，车轮牌的中华民国的做啥？公民啦、啊，真正是，大家去思考这点就足清楚，吼、哦，啊我。因为我介绍我的名吼，大家若要搁较
进一步了解吼、哦。有带电脑来的吼、哦，较少年人家，你 Google 甲拍入去 ，Yahoo 甲拍入去，甲拍张文燕，加两字就好。张文燕教授。会去看到我的资料，看到我的照片。好、哦，这，好、哦，因为遐都有我的详细的学经历，拢伫遐。啊，我本身啊，初中读商的啦。高中啊，读商的啦，啊，大学读啥？工商管理啦。啊，到尾研究所，佫去研究啊，商学研究所。啊，过来啊，伫去会计研究所，咱佫都要去进修。所以员工80%以上拢甲商业有关系啦。好、哦、啊，就是大家知影，初中也读商业，高中也读商业，啊，搁去读商啊商学商学研究所，啊，搁去读会计。啊，所以这方面，员工是我的专业。哦，啊，大家若对会计这方面有兴趣啊，我会使啊，甲我联系吼。啊，我的迄个 email 账号吼、哦，我看伫咱的广告文宣上吼。哦我拢资料，啊，大家我会使用咩啊加联络。啊，今日是哪会要来讲这个课程？咱去体会到流氓政府所做的，敢是真正照制度？啊，的方式来咧做，伊所做拢无照制度嘛。尤其咱要讲的，就是会计制度，大家足清楚。即几天，人家足厉害的，国会差啦，讲。公务人员的退休要他领啊，年终奖金啊，1.5个月。哎，你退休呢？啊，够他领迄个话者？哎，年终奖金啊，迄有法院的根据啊无？乌白来嘛？无法院的根据，这公务人员，若要照讲，拢爱判刑。没有法院的根据，恁的乌白开，等因的人拢有代志，啊无恁遐财产拢爱摕来赔，安尼唔得着。所以讲。因咧打马虎啦，真正啊咧了解会计，啊，实在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上条的所在啊。所以咱一般咱大家啊，拢有这个课啦，要予以后。
咱来接管啊，执政了后来接管啊，咱的政府的时，你做一个官员，你一定爱依照着咱的规定，会计制度的规定，啊，甲内部控制的规定来进行，啊，无恁大家拢犯法。我袂使讲，头顶会讲，啊，甲发落去啊，无代志啦。啊，这就是啊，要讲就是啊，讲甲差因诶，监察院甲差因也一个人，啊，迄、那个做啊，司法院，伊系讲法，诶，做法院是阮开诶，啊，无你要安怎？啊，真正实在，真正是无法无天，实际上是安尼嘛。好、哦，我讲的哦，拢是报纸啊，甲电视咧报呢，这大家完全清楚的，无法源的根据，教法，教法迄个叫做啥？年终奖金啦、啊，你讲爱开偌济啊？200亿，实在足可，真正足可。这阿伯，大家若有这个啊权利的事啊，你才去思考。看安怎来处理，吼、哦！安尼，咱先开场白啦，吼、哦！这段叫做开场白，要好，大家讲，我也不是读商的，我对这会计也无啥清楚，咱哪爱开这个课啊？就是要给大家。了解，你阿伯啊，你是一个公务人员，公务人员，你所做的要对人民负责，依照国家所定下的法令来做。你若违背啊国家的法令甲人民，这等于，这个政府等于无路用啊！啊，伊欢喜安尼，就要安尼欢喜，安尼就要安尼啊！所以，予大家了解啊，我这个时间哈、啊，大家可能有当有诶啊，较会爱困吼，啊，无要紧，啊，我会讲较简单诶吼，啊，予大家较清楚。好、哦，咱即马来进行。咱今日要甲大家探讨的，就是有差不多有十个项目啦。好、哦，这十个项目啦，都爱先予大家了解。什么叫做会计制度？啊，我要先请大家，我秘书长常常讲，有当时啊讲，大家目睭开开，我讲唔免啦，大家免开开啦吼。有读过商学院的，或还是读过商科的人，请举手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，感谢，哦，咱这期的。我较济，以前啊，拢一两个啊尔，真正，佮现在发现着讲，佮较少年也有。即阿伯吼，咱财经人员吼，足缺乏的。阿伯以后，拢伫财经这方面啊。
所以讲爱去鼓励你的后生吼，甲你的子弟，若有才智咧，赶紧来受训。啊，无一挂好康的啊，拢因咧包，啊因一个官员兼几啊职，薪水领两三位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要让大家清楚哈、哦。你若有财气呢，啊，赶紧来受训，尤其是少年呢。好、哦，啊，即马咱分十点来解说啦哈、哦。啊，现在咱第一个就是要来讲会计制度。什么叫做会计制度？好、哦。咱即马要甲大家讲，会计制度啦，是啊，照这个一般公认会计原则，甲相关的法律要求下来制定的，所谓企业国家也好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国家。咱即马讲政府内部会计的循环的作业。啊，甲会计政策、甲方法，伫无确定的情形下，做一个估计的处理，这就是咱所讲的会计制度。看到这文字咧写啦，大家应该看安尼，应该会了解，一定爱遵守到啥？好、哦，这是必须的。但是，咱头拄啊讲，两百亿，迄都无照法律啦，啊，伊个就是一个命令俩。所以讲，照讲，这都无合法的呀。好、哦，啊，要来讲一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咱较尾仔再来讲，哦，什么叫做公认的会计原则？大家认为拢安尼啦，哦，叫做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我跟咱后回啊再来讲。啊，这个循环，这个作业的循环，大家拢知影啦，吼、哦。有诶较无了解，讲会计政策。会计政策啊，是讲咱即马这个会计，这个爱编预算，无这个预算，但是咱这条钱一定爱开，啊，要安怎处理？啊，就会使用啥？啊，会计政策嘛。这条钱一定要开，对人民有有利。啊，现在无经费，啊，咱会使考虑讲用基金的方式、贷款的方式，把这些钱甲银行借出来，啊，咱来实施。讲到这啊。我俄罗斯的台南市长赖清德，伊讲台南市咧淹水，现在都无遮预算，中央也无补助落啊，安尼我台南市。先去甲银行借钱，甲这条钱借来，甲这个饮水的建设甲创个好。我那咧学落去，伊就了解讲，这就是啥？
会计政策啦。不有的说，但是国民党这些市议员啊，这些市长啊，都中央无钱啦，等中央拨钱来才来处理啦。大部分拢安尼啊，甲本土台湾人咧集中的所在，伊用这个会计政策啊，来解决人民的痛苦。这个市长唔只是正确的，大家咧饮水，伊讲安尼，即个爱开几啊十亿，中央报价两三亿啊，佮市政府所收的税收也无几亿，爱换差几十亿，安尼我几十亿来甲银行讲。我分几期，市政府给你保证，我税收一年给你还偌济，还偌济，还偌济，还几年才还我了？安尼大家足清楚啊，什么叫做会计政策？安尼知影无？你阿伯啊，你做行政官的时候，你来去考量讲，应该做的，对人民有利的，一定爱做。袂使讲啊，都无钱啊，遐讲无钱，遐无钱，无钱，哪有一个钱要给你，单要给你用？所以讲，这要给大家足清楚哈。后来。现在要再说会计制度啦，那会计制度依照会计法来说，有包括这几项。第一道会计报告，会计科目，会计啊，这个账簿吼，啊个凭证，啊个处理的定数，内部啊审核的定数啦，这拢是啥物？这拢是真严肃的代志，啊，真严肃的代志。最近我看一个报纸，讲大学内底的教授啊，做研究啊，因报的少啦，拢有问题啦。有听到这个报道啊无？最近讲。放宽了，所以法院哦，甲政府拢因在做啊，啊，这拢是会使甲大家讲80%啊，80%以上大学内底教授。若要讲颜色是拢啥物色个？我嘛要讲一个，予大家了解一个。因为教授要请一个，但迄学校内底教员啊，助理教授，起码是为助理教授。啊，副教授助理教授、副教授啊，再来学做啊教授，吼、
一般是讲四顶啦，江苏即卖江苏就无人要请吼。你一定伫外国读册，摕到博士，转来啊，倒啥？青年辅导、就业辅导中心吼，咱有一个国民党有一个青年。啊，青年部哈，啊，青年辅导就业中心，你着资料去听听嘞，送个遐去，伊着甲你分发啦。啊，迄拢是咧靠啥？靠关系嘛。甲国民党有相关呢？哦，着甲你派代派代，无相关呢？无关系，国立学校要入的足困难，是安怎？啊，你都甲无甲阮无感觉啊！啊，实际上啊，甲现在这个程度呐，要存在，所以起码。因做研究，啊，摕这个要做啊，算讲研究费，爱照会计的制度啊，会计的方式正式报销啊的方式来处理，伊即马讲放宽啊啦，所以这个国家要来进步。做歹代志无要紧呢，这条钱爱用咧吃，伊甲沙来乌白用，安尼起码讲无要紧呢。所以大家听到这吼，啊，真正，所以大家一定爱足清楚啊，足了解这个代志。后来，咱过来，第二来讲，政府会计制度，一般早期啦，我咧读高中诶时，我读高商嘛，啊，高商迄阵也有开政府会计，哦。啊，迄阵啊，我会计过有银行会计、政府会计，啊，甲一般的会计，哦，啊，一般的会计叫做商业会计啦，政府会计啦，银行的会计啦，啊，伫高商的时我读这啦，啊，迄阵啊，读政府会计啦，干呐讲税入税出。你补遐科目，啊，会计原理拢同款，但是科目无同款。但是即摆要甲大家讲，现在啦，无迄个政府会计到做啥，民间会计啦。现在会计制度内底啦，慢慢啊啦，拢。统一来用民间企业的会计制度来做政府的啊会计，所无共款的科目上啦，科目吼，迄、那个科目吼无共款，啊，其他的原则拢是按照一般公认会计。原则慢慢啊，会阁进步，甲采用啊国际财务报道准则的规定来做。哦，啊，这未来方进行啦。啊，咱即马
来解释政府的会计制度是在做啥，是补助政府预算管理的工具，各级政府推行政务控制资源，要照法令的规定设计一套会计的记录，甲报告的方式甲这个准则。咱过来看，通常啊，是为这个预算制度，来达到控制政府机关税入、税出的目的。咱即卖这个政府是安怎？敢有真正咧控制税入甲税出啊？来达到这个目的，无啦，起码油电双涨，这就是啥？啊，都别位开伤济去啊，吼、哦，安奈开伤济，梦想家，两枚。两枚演表演，两枚开偌济？2亿3000万。啊，都其他伫甲开，开开咧。什么建国百年啊？用一个基金会，啊，互公营机构来安，来哦。捐款，啊，捐伫这个基金会内底。迄个躲避啦，无爱互国会监督。啊，那啊是国会，原来是多数，但是因就故意讲，建国百年遮个费用啊，创一个基金会。来到啊，学爸母啊，公营机构拢来捐款啊，莫怪讲油电要双涨啊，钱家母的遐去啊，有位人民来偷钱啊，所以。这个政府大家想看卖，一定爱叫家己的子女、家己的啊子弟啊，是早啊早囝，拢来参加训练。早日把这流氓政府啊赶去带。还有一个所在，恁知影无？对啦，对啦，安尼大家有用功啦，平潭岛啦，平潭岛是啥物时阵发表这个消息？后壁的东西，大家清楚无？可能两三个啊，咧话有尔，可能有诶，也无啥清楚。啊，来来来，请你来介绍者，平潭岛到底是啥？讲者，互大家较清楚咧。啊，你若讲无迄个，我再补充者来。因为我拜二啊，甲这个大同啊、高铁轮啊，还佮这个闽潭水库啊，吼，退休啊，一个厅长。啊，去参观去了解啊！啊，这中间啊，才讲到这个平潭的代志。啊，你讲我是无啥了解，但是正讲之前我都听伊讲，这个平潭就是阿强啊出土地，两年前阿强出土地，啊，这个国民党出资金在遐建设，差不多两倍大，这个台北市的大。
那你讲啊，大家一定了解，因为伊嘛接到消息啦。就是讲，如果讲吼，阿强啊，伊提原则，你要退去遐来，无可能我哋鱼内底，到底拢伫迄个所在。吼，你只要如果讲，咱这个吼民政话接到的时阵啦吼，到底是拢来管，到底因为迄，你有看咱的话，听你话迄个什么所措无？哦，迄、那个法律我安尼去看吼，迄、哦、几年咧，就都讲吼，要互因遮讲你选择，你要留一栋留一栋，无就爱去迄三个所在。所以哦，大家吼、哦、较用心嘛吼、哦，来推动这个咱这个民政府这个吼、哦，这个目的啊。你无把国民党赶出去，无把民进党遮个人赶出去啊，绝对袂使咧。民进党甲国民党甲共产党三党已经是一丘之貉，拢夹做伙啊，要来演咱这个民政府吼、哦，大家爱了解一下，谢谢。啊，足甘心，咱的同心，我有遮济个要做啥认识，啊，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个代志。六月份啊，我是去网站内底，因这是啥福建省的网站呢？伊讲。共同开发，共同管理，这就是我去回想哦，以前的历史啊，才是感受到讲，哎，原早迄、那个咱叫做啊。蒋中正啊，来接收台湾的时啊，原早应该拿来接收六个月，接收了后，你爱做入民政府，爱予咱来管理，爱因都爱撤退，伊无走啊，怎啊留落？啊留落啊，美国啊，人民讲哦，啊你这遐霸道，迄阵啊。有一个信息啊，就甲菲律宾讲，美国啊，甲菲律宾讲，讲安尼啊，遮个中华民国流亡遮个人啊，官员啊，恁菲律宾要接受无啦？啊，菲律宾也未答应，拄啊发生韩战啦，啊。迄、那个，咱大家唔知道，记哩，伫美国，咱一个啊，去美国啊，美国军官学校毕业了后，这个将军呐，去要软禁伫台中。咱大家去想一个孙立人迄阵啊，卖个将军，甲叫伊第七舰队去安怎？去讲安尼，台湾要互你管，美军他是啊，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即摆台湾要互你管，啊，孙立人讲去甲插头啊讲。哎，第七舰队的做啊，麦克帅讲叫我要来接你的位啊，伊个惊到死，怎啊个软禁啊？大家应该有这个，原早就要甲安排给孙立人来接，因为伊是美国系统的，可以来接，啊，要甲因遮的流亡遮的。少来遮，要甲叫去菲律宾去，啊，好死唔死拄啊韩战，啊韩战，伊这都对抗中国啊，对抗啊迄个共产的，啊，所以讲说啊好啦，无你家买飞机就好啦，其他互你去补啊啦，咱唔该补甲几耐子。美国啊，佫去收着讲，哎，美国那个讲，
安尼时间到啊，因即马依照国际法、战争法，恁早都好返去啊。恁的所在是金门马祖，啊无恁就返去中国去。啊，中国听着讲名声是的哦，因遮若来，按着伫遐乌白走乱窜，阿爸阿些，因遐些乱起来。安尼，阮找一个所在，甲美国阿讲，阿来找一个所在，阿甲台湾讲个好。你若走无路，啊，着比台北较大吼。阿来，恁来走来遐，啊，共同管理。什么叫做共同管理？恁遮有四道自由的空气，恁这个所在，予恁去共同管理啦，其他的所在莫去啊，莫予你去，伊较好控制啦。听讲遮走去些中国些每一个所在的。制造革命，所以伊讲啊，共同管理嘛，啊平坦。实际上，这是100%的事实。所以大家会使上网站去看，会足清楚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哦，甲大家讲遮吼。哦好，即卖要来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那简单啊，公认的会计原则它有10个原则啦。那你的叫做子弟啊，还是你的孙啊？那读商学院的。你甲叫来讲，讲阿公都去上课，啊，听讲会计的原则，啊，你唔着讲来哦，阿公听看卖，顺煞甲考试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，有个人啊，真重视这啦，啊，有个人啊，讲啊，这考有阵时啊考试也未考，啊，这甲啊做会计的迄、那个啊无。这么大的关系，实际上啊，要跟大家说，这个原则啊，影响到他做出来的报表。我常常说，咱一间公司，请甲 A 啦吼请 A 的会计师来甲咱审查，来甲咱啊做销，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出来，讲啊，你今年赚80万，即马阁甲同款的资料，叫一个 B 的会计师讲，啊无。你且甲看卖吼，甲算算，我头赚偌济。啊，你个会计师算算讲，你头赚100万。安尼，大家唔知清楚无？我讲这个例，就是要让大家清楚讲，会公认的会计原则啊。会计师无共款，伊所判断的，伊无违背到这个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所做出来，无一定两个拢共款，这爱予大家清楚，吼、哦，这当然其他有诶有差别伫咧。好、哦，我去到遐再来补充吼、哦。啊，当然，第一个原则讲企业
啊，国体加息，啊，这较简单来讲，就是讲公司的少，啊，一定和公司来开销，未使私人的开销提来公司来报，啊，来报销，这是不准的。这就是讲私人的。凡私人呢，啊，公司是公司。现在啊，中小企业啊，到即马有诶，即要咧分袂真清楚。中小企业讲，啊，这是我投资，啊，我是一个老板，我要开两三万啊，这是。正常啊，啊讲，会计人员讲，老板啊，这笔钱啊，要从你口袋自己拿出来哦，不能由公司来报账哦。那个老板就气火啊，啊，我请这个会计有什么路用？我请伊来甲记下，即卖先请伊来咧甲管，管我要安怎用啦？安尼，大家唔知道清楚无？啊，因为伊安怎，伊就是啊，就一挂朋友来啦，啊，招咧啊，就去食饭啊，啊，食饭开开一挂钱，爱就摕一张发票。啊，这个会计人员讲，啊，这个人，迄拢是恁的亲戚。甲咱生理所做拢无关系啊！啊，你哪会使提来，和公司来开这条线？这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安尼大家就足清楚啊！吼，会了解讲，公司开的线，都是爱用于公司的相关啦、啊。吼，加讲。一个客户来，和咱请伊来食饭，无要紧。咱阁招两三个好朋友来，我会杀你。就是讲，咱主要的目的，咱是咧请这个客户，啊，亲戚朋友叫两三个来食，啊，咱就讲啊，咱就确实要甲这个客户交往。甲请一个，啊，我叫一个朋友来，算讲作陪啦吼。这是会杀你，袂使讲啊，这甲咱的公司的业绩、甲公司的关系拢无，啊，迄就是恁的亲戚、恁的亲戚的聚会的开销，啊，要提来公司报销，这样你袂使。这就是什么？安大家清楚嘛吼？所以大家爱足了解讲，你落底下的钱，你家己要安怎开，人袂管你。这个钱，那是公家的钱。都爱开伫公家做诶代志。如果你甲公家诶钱开去你私人，安尼就违背啦。咱讲诶一般公认诶会计原则。我要再讲一个人，乐嘉辉，大家唔知捌你无？捌你举手看卖咧。我无真济啦吼。乐嘉辉是一个美国人，派去中国驻北京的大使，
我感觉真正美国人足遵守这个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伊去啊去中国报道，坐啥？经济舱。啊，要去大使馆报道，搁坐啥？坐计程车。坐。啊，中国咧甲批评咧，中国咧甲批评讲，你要来甲阮迄个价值，要甲阮改扭曲伊个这个价值。啊，我哪会讲提这个？陆家辉讲，阮美国公务人员出差是坐普通。餐普通机会的也有头等舱跟商务舱跟经济舱，啊，阮是出差人员坐经济舱的，啊，我带阮囝甲阮遮，啊，就坐经济舱，安就是符合一般公认的原则啊。去报道去。北京大使馆，北京大使馆还算真大呢。美国北京大使馆真大，起码叫三五台车来接，哪有可能啊？无啦，安尼叫一台计程车安尼家己开入去。啊，因为这个就中国讲，吼，因咧中国呐，一个大使啊，一个部长要出巡呐，五六台车。我阿姨叫计程车，所以这我要给大家了解。阿伯吼，你若是咱民政府的重要人员，你我爱去遵守，吼，照啊会计。原则来处理，哦，这大家爱，我爱注意啦吼。啊，无有诶讲，以前都安尼，啊，即卖呐安尼，吼，咱诶执政，甲车联牌咧执政绝对无共款。大家爱有这个观念，哦，咱是要互咱台湾未来子孙过得较好。当然，这是计息，哦，唔是这有诶哦。那执政了后，咱是话计划计息经营落去嘛，唔是做一年两年就要收大诶吼。啊，货币单位诶衡量吼，货币单位诶衡量，就是讲现在啦，现在一般啦。拢我会使用美金，你安尼专门咧做外销，我拢要用美金来使咧做来处理吼。啊，这个币值不变啊，讲一月初一百块，到年底啊，那一百块，袂使讲我少，我原早买这个便当，一月初一买五十块，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买的便当变六十块。安尼，这个要做啥？笑啊！爱来，伊若即马过来买，依照现值来讲，爱来开六十块。啊，伊就想讲，安尼以前的一百块，记一百块都唔对啊，爱记六十块，袂使安尼吼。这就是讲，你若下落去，这个价值。下一百块就一百块，你欠人一百块就一百块，啊你啊偌济就偌济。虽然现在的
价值有迄、那个，算讲咱的物件，爱阁开较侪钱去买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照现在要买的价值为主，吼、哦。这个啊，咱拢一月初一啦，甲十二月三一日，美国拢安尼啦。日本啊，无同款。日本是四月初一，啊，要来请教一个问题吼、哦。我头拄也讲过，1945年四月初一，啊，这是咱。台湾甲日本啊，形成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大家知影这个日子无？啊，那知影举手看卖好无？哦，安尼我无讲真多吼，我即马个。强调一摆，这个日子，咱大家爱会记哩，因为咱即马，迄、那个依照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是这个日子咱一定爱记，因为迄阵啊，那日本天皇无实施。迄、那个要做啊，颁布诏书，讲恁台湾啊，已经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啊。台湾人会使效忠啊，日本天皇有这个会使来做兵，来效忠啊，这个日本天皇。啊！那予你参战权、甲参政权、参战都效忠啊，迄、那个日本天皇啊，参政权迄阵啊，台湾有选出来参议员三个，派去日本。参加伊个国会，这拢有记录个，所以，甲即嘛，中国也足清楚，但是伊无爱甲你讲华理、甲战争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伊干那要甲你讲啥？啊，依照历史的观点呐、啊。伊讲历史啦，伊敢讲历史的观点嘛，讲台湾啊是中国的啦，实际上根本都无这个代志。直接1945年四月初一，日本政府因为伊的会计制度是四月初一，所以迄阵啊。开始，咱台湾就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伫这个所在，要来插一个小插曲啊，一个故事啦。咱秘书长，2006年四月七七。去告美国政府。2009年，诶，判决落来，判决落来，一般差5点啦。这大家唔知道清楚无？第一点讲啥？台湾人无国籍，
第二点，台湾的政府，世界无承认的政府。第三点，咱台湾还受到这个政治的碾压。啊，过来，美国行政单位爱协助啊，正咱叫做告诉人依法行事啦，所以伊才甲咱叫去啥？伫华盛顿 D.C. 设一个办事处，甲起嘛。啊，这拢是叫美国啊，法院啊，会判决的进行。国第五，爱依照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做正确的行事啦。所以一步一步，美国政府拢来甲咱指导，伊唔只讲顶年啊，叫咱去拜靖国神社啦，靖国神社啦，吼，安怎去拜？你若无效忠日本天皇，伊会甲你刻到靖国神社，迄就是讲对日本啊有贡献啊，牺牲性命，唔再甲你刻伫遐。所以就安尼来看，就足清楚，台湾甲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好、哦、啊，这点我大家应该我会了解哈、哦。起码过来讲重要性跟稳健性哈、哦。这较简单的解释讲，那也。A 会计师甲 B 会计师，他们的观念、做在判断无同款。有的观念讲，啊，这间公司伊的收入，啊，伊的一个月的收入两三千万。啊，所以讲，伊迄个费用的开销啊，啊，买头五六千块，迄个用具，伊就免甲列到资产，免甲列到资产，甲列到费用，做费用开销去。啊，这个米。啊，这个会计师，伊认为讲，这伊的观念，这未来物件会使用咧五年呢，才会派去。啊，五年，今年才用尔。所以要四年，安尼伊哪有这个价值的存在？所以伊一年才会使一千块，一五千块嘛，一年才会使用一千块来做费用。啊，这个 A 的会计师讲，啊，我都营业也足济咧。啊，都五千块算难算呢。啊，因为对这个公司的效果啊，这个价值影响无大。伊五千块
去年就甲开销出去。啊，这个美会计师讲袂使哩哦，这会使用五年啊，啊一年才会使用1000块。安尼两个算起来，赚的钱就无同款啊。安尼大家唔知了解无？吼、哦，这就是讲迄个认知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讲重要性甲稳定性的问题吼，解说啦。啊，即卖要来讲成本效益的关系。啊，成本甲效益，这要让大家了解讲，咱的潜力法案啊，我们台湾公民潜力法案29条啊，大家来偏看卖29条来现看卖嘞，啊，迄本来现嘞29条吼，这就是要让恁加强印象啦，啊，拜恁要编预算的时啦，爱。根据这条来编啦，啊，伊这就甲你讲，哦，依照一本笔的大小排列优先顺序，供参议院及众议院来审查参考。这意思讲，咱后摆民政府执政的时，袂使有。文字馆、蠓仔馆，你知影无？袂使有蠓仔馆啦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要开这个预算，伊迄个效益偌济，爱大于一，哦，按照顺序排列，啊来审查啦。哦，啊，过来看。行业别啊，行业别，咱卖啊卖来，即嘛现金收付啊，就是讲现金收付，就是讲现在以前惯要有诶采用者啦。今日收偌济啊，来买偌济材料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哦，啊，过来，现在拢用这个前者发生基础啦。哦，用现在拢是用这前者发生基础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，我这回可能讲了较慢啦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要有时间，当然要掏10分的时间。我是讲要甲10分的时间来讲一个实例，吼、哦、啊，其他呀，恁啊。爱资料会使啊，甲咱的同心吼，关电脑同心来啊，登录下来转去吼，去参考吼。啊，我这甲讲这个一般，迄个叫做公认会计原则吼。啊，会计政策咱头都讲了，啊，内部控制吼。上重要是咧做啥？管理的过程，吼、哦，啊要达到才会效用。啊，我看这咱啊，外国介绍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以前那是有这个成本效益原则，吼、哦。咱今晚要来讲，不也？这个部分，吼、哦，要来讲，633啦、啊。咱这就是讲，无遵循会计制度的案例啦，应该，哎、欸。这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，迄阵啊，若要有班交啊，这个叫做总领事啦。
总领事派出国，拢爱甲总统翕一张啊相，去总统府翕一张啊相才出去。因为我伫国外玩十几年，我足清楚，这玩足大诶官呢，伊玩有读书呢，煮菜遐玩有呢。伊要请人客，会使叫主菜，叫一个外宾，毋是去饭店呢，叫来伊个官邸啊，啊叫厨师来去准备，啊来请这外国贵宾呢。像遐大个官，伊无遵守会计制度，啊。薪水伊咧发，啊，所以讲咱会真清楚。啊，你一定去甲出力钱甲领咧，啊，反正去付人偌济，啊，剩咧可能摕伫伊家己落地下底。啊，这毋足可恶个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咱这边讲外交部讲，我们要用外交豁免权，有啊无？大家有看报纸啊无？到尾有用到外交豁免权啊无？啊，你都唔是一个国家，要用什么外交豁免权？好，安尼这里清楚吼，啊，过来看这里，这哪是吼？要甲大家讲，这拢违背会计制度。你要买礼品要送吼，拢签签出去，由迄个总务，迄个叫做采购人员，伊就交代落，伊就去买好、包好，摕来秘书遐就好啊。那钱爱去？拨予秘书，这都那是违背者，迄个会计，迄个制度嘛吼，这拢违背。啊，伊违背，啊问题就会出来嘛。所以，这拢拢几啊千万呢？啊，过来！台塑，咱会感受到讲，伊是一个管理很完善的一个公司。我足感谢台塑，迄、那个总经理室的一个迄、那个主任吼。啊，杨兆麟吼，迄阵啊，我咧做主任的时啊，我邀请伊来好好演讲。那个邀请，我一个足欢喜，佮愿意来好好演讲。啊，演讲的时讲，来讲一届，含伊讲带四个人来啦。啊，搁挂一卡卡网，讲这阮董事长咧送外宾的啦。我甲讲，阮请你来演讲，是足感谢恁拨时间来。你搁提，伊讲这阮董事长咧送外宾的，因为你甲阮培养阮的干部啦。哦，我听着讲。安尼足好咧！我训练出来学生，当然我现在是国立学校啦。训练出来学生，台塑拢要用，伊来感谢。伊带四个是啥？我迄阵也是气管系主任嘛。
伊叫一个行销的，叫一个啊，迄、那个叫做财管的，吼、哦，啊叫一个啊人事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各含伊啊四个人，一个人讲差不多半点钟。原来一个企业的成功，我无简单。啊，伊他是总经理室的主任，请伊来演讲，伊带四个，讲伊来讲演讲，哪里甲伊未来的员工授信。所以，这我甲大家报告吼，照讲，因这个单位啊，要发生这款的，较无啥可能啦。但是因啊违背哦，因啊违背，安怎？一般的，伫人事制度上，买翁仔某，同一个啥公司。这那是违背啊！因为我来提这个出来，这个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讲，因为伊是一个管理很完善的一个机构啦，吼啊！但是那有时候会有这些疏忽的地方。这就是什么？拢几啊千万啦！啊，过完是安那产生的？你若经过正式的考试，一定唔是用过完嘛？过完就讲啊，即卖都要欠，来叫来临时来用，啊用的，啊那好啊则。内底才来内生，这拢有关系的人啦。啊，你看，哦，会计啊，我们教育部会计雇员，哦，侵占2600万，哎，啊那2600万，啊那大学刚毕业。22K 要吃几年啊？所以损失很大啦。好，咱会了解讲吼，啊，干那追回偌济？37000啦。啊，这个官员。拢无代志，迄实在足冤枉，吼足冤枉，吼、哦、啊！这吼、哦，你看红十字会啊，分会甲总会都阿咧烧过啦，啊，咱。搁看到这暗杠啦，咱日本的朋友来啊，讲哦，足感谢，苏纳米的时，咱家捐偌济钱啦。我即张才咧想讲，12月份啊，甲翻倒一句，摕来予咱日本朋友看者，讲恁认为啊，流亡政府对恁足好咧，安尼予因看者，才会知影讲。暗降偌济？65.7%啦，没有执行啦。哎、欸，啊，这唔是我咧讲呢，种报纸呢，哦，你看哪看哪伤心。哦，审计部啊，讲未来5年啊，常在高峰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，啊，个有足，
年增加了近两兆。阿哥安暖，主计单位啦，开后门啦，哦，迄个，这个中央不讲哦，找地方开刀哦，所以讲哦，是下面叫做自入行啊，信的行销，哦，这个开。违法的后门都没有事情了、啊、因为时间的关系、哦、我报告到这，感谢大家。来起立，今天下课十分钟。